纯白色连身长裙搭配高领围脖，有台湾摇滚女王之称的杨乃文，暌违将近五年，周末在台北举办她的个人演唱会，一开场就接连带来多首弦乐混合电音的歌曲，仿佛带领台下6000名粉丝进入另一个时空。演唱会中场，杨乃文走向歌迷，到另一个观众群中的小舞台。更让歌迷惊喜的是，歌手张震岳特别现身担任嘉宾，两个人更同台合唱。一向给人冷酷印象的杨乃文，就算是在自己的演唱会也一样话很少，和他认识将近20年的张震岳则不改搞笑本性，大开杨乃文玩笑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这个女生怎么长得那么完美，真的，我跟你说重点找不到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